演藝俾到我嘅嘢就係、是一啲眼光咯，即係譬如你喺電影行業裏面做嘅時候，你會開始知道咩係好咩唔好，點樣做為啲好。A.P. 畢業生，我的印象咧就係幾平衡得算幾好嘅，即係又有啲理論，又落手落腳做，又知道實踐是什麼一回事。一個好神奇嘅聯繫就係我有嘢揾，有嘢做要先揾自己人先嘅。我擁有咗一班好值得信任嘅團隊，每一個崗位都有人喺。有一班人同你一起去做，去陪你一起拆彈啊，幾好玩嘅。我想未來是、再做多一些咯，即是說無論什麼類型的團隊，無論什麼類型的創作都跟一下知一下， 去找方法去變一套新的功夫出來。如果真的找到溫自己很想做的，就不停地去試去做咯。你真的很喜歡你給了心下去的東西，它一定會有回出頭的一樣東西給你咯。堅持，不要放棄，就可以了。